官场三有官场伴，与其除掉我，不如合作想想怎么除掉指导组。你买的什么呀？这么大？妈，这不是我买的，我爸爸买的。你看，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怎么这么沉呢？慢点。谁被举报了？你先别担心啊，领导还是相信你的。金领导放心，今天下班之前我一定到。你怎么还吃得下去呢？我当然吃得下去。有人现在举报我，说明我们的工作已经摸到对方的痛处了。可我们组长也让人暗算了。那天呢，局中是把我给骂，当众推了回来。可是过了两天呢，有个人给我打电话，还给了我个地址，让我把马举到局。